来这里是那个 Times Square 哈 ，Times Square 的这个今天是31号哈，最后一天啊，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啊，因为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啊，纽约要在这里那个纪念新年啊，今天晚上就是说要在这里这个水晶球啊，看见没有？水晶球要在这个楼上，这个大楼上是不是？这里啊，从这里落下来啊。哎，所以说这里已经被看到没有？这里已经被封锁了。现在，现在是早上啊，已经被封锁了。就是不能进了啊。现在我们看看，然后呢，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庆祝新年，啊，在这里庆祝新年。所以说这个很多警察在这里把守嘛。哎，我们可以看看这周围环境啊，周围环境。还是很热闹的哈、啊，看看，这42街啊，纽约曼哈顿的42街啊，今天晚上在这里庆祝新年，所以现在这里看，已经非常有这个节日气氛哈、啊，而且这个已经重兵把守，已经不能进了哈、啊，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安排人嘛，而还有因为他现在 COVID 的原因哈、啊，他要限制，就是凡是进去的必须要显示你的那个。打了针的证明才能进去啊，然后他有人员限制，为了大家的安全嘛啊，所以说我们看看周围环境啊，看这都是警察重兵把守的啊，今天是2021年的这个最后一天啊，因为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庆祝新年啊，2022年的新年，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Times Square 啊。来，这是 Times Square 的那个第7大道啊，正中间啊，42街和7大道交界的地方哈、啊。你看它现在已经封锁了，就是为了庆祝今天晚上的新年啊。从那边你看没有？从那个。从这个42街到差不多那边50街哈、啊，看没有都不能进，看没有到那边50街那边，全部封锁啊，所以我们可能就只能在电视上看了啊，所以说我们来看看现场啊。这是演那个就是那几个著名的女演员哈、啊，那个纽约 City 那个哈、啊，就是那个剧的那个几个著名演员哈、啊，嗯。看没有？全部不能上。这是 Subway 的这里哈、啊。来。所以说这个有警察就安全了嘛，啊，所以在这里是重兵把守，一个是反恐哈、啊，怕恐怖分子来啊，也是需要警察啊，所以他这里就早早的戒严了啊，就是闲杂人员一律不准进啊，他们组织人进去都是有检查过的人才能进去啊，啊，你看，看到没？官方的警察在这里上岗了。来，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哈，今天晚上要在这个42街这里哈，就是 Times Square 和那个42街哈，曼哈顿的，要在这里纪念新年庆祝哈。我们看到那个警察已经重兵把守了哈，所以这儿也是
有 Broadway 的好多这个剧院哈，在这演剧，所以我们看一看，啊，它现在基本上慢慢的恢复了哈，看，这里啊，这里在演那个阿拉丁，嗯，这是阿姆斯特丹那个剧院啊，很有名的，现在在上演阿拉丁，然后这是42街的 Subway 啊，看一看。今天晚上在这里纪念新年，哎，所以说他这里已经封锁了哈，这个街啊，哎，这是南上的，就是一般人不让进了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这里的节日气氛哈，今天晚上最后一天啊，明天就是2022年新年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看42街和那个Times Square 啊的情况，这节日气氛啊。42街上面的几个这个大的剧院啊，啊，你看没有？许多剧院，这是 New Victoria 啊，这个、剧院，看哈，这还是 Times Square 哈，因为今天晚上要纪念新年嘛，所以它这里已经被封锁了哈。Times Square 和那个42街和那个 Broadway 交界的地方啊，看看周围环境，周围的广告，啊，就在 Broadway 上面哈。42街和 Broadway 交界的地方啊，看这商店全部关门啊。因为今天晚上要庆祝新年嘛，在这里。来看这栋大楼哈，你看，今天晚上那个水晶球就在这顶上，听到没有？水晶球在这顶上，那个尖尖，你看原来那个从那地方落下来哈，水晶球从那里落下来，今天晚上啊，所以我们今天提前啊，白天来看一看，因为已经进不去了嘛。电影广告啊，看没有？这是 Broadway 和42街哈交界的地方，看，百老汇大街和42街最热闹的地方啊，看没有？看没有？警察看守封锁。这是 Times Square 啊，和42街交界的地方。这个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年哈，今天晚上要在这里祭这个庆祝新年啊，所以说我们看看，最后来看看这个 Times Square 的这个庆祝新年的情况啊。看这里啊。已经是重兵把守哈，你看没有？啊，就是说根本不让进了，已经这个戒严了啊，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做准备的哈、啊，就是一般闲杂人员是不让进的啊，必须要有那个出示那个打了针的证明，然后他组织人员进去啊，组织的。
专门的人员进去，这边全部是警察把守，看见没？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晚上这个水晶球就是在这个楼顶上哈，看到没有？这楼顶上落下来哈，水晶球，42届的节日气氛哈，这 Broadway 的剧院也慢慢开始恢复了哈。这42届嘛，看看。来，我们看这里哈，这是那个42届和 Broadway 哈，看没有？42届和 Broadway 交界的地方。今天晚上在这里纪念新年哈，这个我们来看看42街，哇，很热闹哈，看看这个节日气氛啊 ，New Year，The Celebration New Year 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这，这商店还是开的，警察重兵把守啊。看这里，这水晶球落球的地方，这里哈，今天晚上水晶球从这里落下来，看，啊，就这上面，啊，这里准备了嘛。这人只能在外面哈，在外面照点相啊，看看可以。里边进不去了，今天已经封锁了哈。所以我们看看外面情形也好哈，看看这个外面的这个新年气氛哈，庆祝新年的这个气氛。感受一下节日气氛。这是42街嘛。
你看这上面，这里水晶球落下的地方啊，还没有那顶上，那个是水晶球落下的地方啊。我们现在提前来看一看啊，只能看电视了哈，大家在电视上看。哎，因为它这里已经任何人都不能进嘛，对吧？它这旁边都是些高级 office。看到没有？他这里纳斯达克在这里边，这个大楼里边，这个 building 里边，还纳斯达克，看到没有？就这个大楼里边，他的 office 在那里边啊。嗯，他在高级时装啊。里边全是这个重要的金融机构哈，像这是 Capital Market 啊，在这里面啊， Capital Market 就在这个大楼里面啊，看到没有？整个也好高的大楼啊。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这边还有拉斯达克嘛？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all Sign for all lang syne, my dear. For all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all lang syne, Times Square, celebrate New Year.